大家好，我是李生啊，啊，这是我的同事啊，胖胖，胖胖跟大家打声招呼，胖胖，大家好。我们的同事都是喜欢吃的，很喜欢吃。今天来到哪里呢？来到这个澳头啊，这个当代 Momo， 叫 Momo 啊，啊，上代一个比较热、比较成熟一个产品啊，里面正在高一个超高层啊。那我给大家看看，这已经现在有三栋楼已经成熟交付了，啊，这第一栋呢，八栋呢，现在是一个酒店里面已经在这里已经租用了业主来做酒店了。它虽然是公寓的户型，但它产权是住宅，一样是70年了，就是可以上户口了。这个盘呢，非常多香港人来买的，有它的一个投资前景。为什么我说现在有投资前景了啊？潘潘，我跟你说，今年啊，大亚湾啊，林森那边的板块啊，基本上都从13000涨到20000这样一个幅度了。你比方说现在的大中华城也有上年的年头15000涨到最近的一个19000多，啊，丰谷天使也早期的12000，现在均价17000多，17000多了。对，那这个盘呢，它也有升幅，但升幅不大，因为这边呢离林森呢还有一点点距离。现在这个盘呢是18年是12000多一个均价，现在卖的新货是13000多到14000，但它是后面的产品是超高层的，57层的一个超高层的产品，你现在看的这些都是30多层的，所以这个盘呢，在澳头这个比较成熟一个区域来说，有它相对我觉得比较低水的一个投资的价值性，而且我告诉大家，这是带装修的一个产品啊。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区位啊，航拍我也会拍了。现在那里就是李嘉诚的一个龙珀花园。龙珀花园，对。龙珀花园啊，有别墅有高层。有别墅有高层啊，别墅呢卖到17000了啊，高层也将近是14000左右一个均价是吧？对，前面的话就是滨海公园。前面是滨海公园啦、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花点时间说这里是比较成熟。是老城区里面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高层的产品，所以有它的支撑性的。前面就是那个滨海公园，沿着这条路走，然后这里后面就是那个比亚迪二冲的一个福利一个社区，比亚迪二冲啊，里面的话入住率是超高的，不是什么6-7层啊，基本上去了90%的一个对入住率了啦。那比亚迪再进去就是和盛滨海城了哇。那和盛滨海城呢，那里现在有个绿道非常漂亮啊，那绿道是可以直接通车去到那个小贵那里的，小贵再通就是那个霸光国际生物股啊，深圳霸光国际生物股啊，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投资的地方。就从那个绿道过去啊，从澳头这个绿道过去啊，大概也就10几分钟就到那个国际生物股了啦。对，那行吧，我们今天先进去那个开发商里面去看看这个，去看一下那个实际啊。没办法，这个无线没有线，所以我要拿着一个麦好收音。行，我们进去走走。那我们现在进去呢，这里开发商他这个里面，原来这个是营销中心来的。但他交楼没多久了，这里已经就给酒店租用了，旁边两边呢也给餐饮了，这是现在比较新的一个商业体来了。现在左右两边是做了这些餐馆啊和咖啡厅的。那我们进来这里，那刚刚我们也登记过了，现在这个疫情的时间进来都要登记了。左右两边都是你这个都是做了这个酒店来出租的，还有这个。相当于是一种就是一个接待区，一个民宿的一个酒店那样子。一些接待啊这些方面。那现在进来了，就我们这个当代开发商的彭小姐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好，彭小姐跟大家说声 hello， 你好你好，我香港啊，跟这个国内都很多粉丝啊，就说声 hello 啊。嗯。可以，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啊。嗯。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交通区域这一块吧。那我们现在彭小姐你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区域。可以啊，我们现在目前所在位置的话是在这个白色发光体位置，我们项目的话是叫当代MOMA商品湾，是位于大湾的中心区城市主干道安徽大道旁。
MOMA 上品湾是吧 ？MOMA 上品湾，对对对，哎 ，MOMA 是我们的一个 logo， 一会我们在人居馆再给大家分解这个字母的一个意思。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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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们市集是在这个城市主干道安徽大道旁，是集商业、医疗、教育、休闲于一体的成熟配套区域。嗯，同时呢，它还坐拥这个惠州港港口，还有稀缺的滨海资源。滨海公园。对， 对， 对， 对，滨海公园这一块，然后它南面的话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滨海资源，一个海景这一块。对，它现在绿道已经通了哇！对，我因为我也逛过绿道，嗯，我也做了一个360的 AVR 路片，它绿道是直接通到小桂了，我，嗯，非常漂亮，是是是，可以踩单车了哇！已经有自行车租赁服务，可以在这边骑行了。对啊，直接通到小桂那里，很漂亮啊。嗯，对对对，现在目前的话，主要针对于现在我们，因为是属于深圳东进的第一门户桥头堡，嗯，所以现在我们这一块的一个交通的话，通往深圳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可以。那在我们的一个北面，大概是5公里左右呢，这边是有个澳头出口。这的话是上沿海高速，会上沿海高速呢是经过大小梅沙回到罗湖福田这一块。嗯，嗯啊，如果是走滨河大道的话，是可以去到这个南山那一块的。南山那一块。对对对，哦，南山那一块他们会走滨河大道。啊，对，滨河大道，嗯，对， 对， 对，全程的一个过路费的话是只需要6块钱，只需要六块钱，嗯，成本很低，嗯嗯，非常便宜。而且后期，对，而且后期的话他们是可以在这个小桂出口下的，因为这边的话现在是已经通车了，只是门口这里有个大冲路还没有通车，通车完毕之后可以节省时间。就是和生滨海城那里有个大冲路通了，对对对，这条路要重点说说，因为呢如果没有这条路，你现在走澳头呢还是有点绕一绕的感觉。所以刚刚我在片头说为什么这个区域是有点价值的一个洼地，如果大冲路这里通了，你从小桂这里啊，这里一出来通这条路啊，整个高速的路感都是非常好，都是一个海景，非常舒服的一个的一个感觉来了。一路看观山看海的一个景观。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的话，它会大概会比这里的话会节省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1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更加方便。节省15分钟的时间哦。对对对，嗯。然后如果是从其他区域过来的呢，可以其实是可以会走这个丹平啊，或者水关啊，走深汕到坑子出口下，或是到淡水出口下，走人民路、岱湾大道、安徽大道到我们项目这一块。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他以后也通了南平快速，他走那个。对，南平快速，对，是的。深圳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打岔一下，嗯，因为现在很多深圳的朋友，很多成交深圳的客户还不知道南平快速通车了，我特意也拍了一个南平通车。就是陇海三路这一段呢，这里呢还有一些路还没通，但通了到比亚迪那里呢，那个第三期厂房那里一通车，就连接过来就很连接这里去，也是很好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高速路网。对，啊，是的，一个快速道，而且还是免高速费，成本就更低了。啊，对啊，这个彭小姐更清楚，南平是免费的，南平是关键是，嗯嗯嗯，是免费的。对对对。那如果说我们的是客户的话，是从龙华那一块过来的话，那就更方便，因为这边的话有高铁，深圳北，啊，深圳北的话到我们这边惠州南站的话，全程是大概是25分钟左右。对，25分钟。19.5块的一个票价，对对对，也很便宜。到了惠州南站呢，可以坐209的公交车到我们门口的公交站台边检站，哇，也很方便。哪个公交车你都知道209。对，是的。嗯，啊，我们这里的公交车也十几路，其实短途出行非常方便的。是啊，是啊，是啊。然后我们包括说广深港客运的话，也其实在这里也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惠州南站是其实直接可以到达香港西九龙的，对对，1小时95块钱的票价。啊，嗯。到西九龙啊，我讲讲完，因为惠州南站到西九啊，坐过嚟都好方便，就到到惠州南站坐209公交车，就到这个项目啊，嗯，可以可以可以，嗯嗯嗯，对。那你整个这个项目这个板块，我也说它是属于澳头一个比较成熟一个，嗯，本地一个住宅的一个社区来啊，相对比较成熟一个住宅氛围啊。是的，是的。整个生活配套各方面都是非常齐全的。现在先跟你们把交通这一方面全部给讲完。我们这边的话，门口其实我们在这个澳头出口之外，旁边其实澳头出口的下一个出口是惠州港出口，这个也是一个收费站来的。啊，对对对。那么我们这个安徽大道是直接连接这个惠州港呢，走惠大高速呢，实际上是可以到达我们惠州的平潭机场。哦，现在平潭机场的话是作为深圳的第二机场。对对，对。然后现在目前的话是已经开通了有39个城市、45条航线的一个飞往省外的一个地点，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基本上的一二线的热点城市，我们都是可以到达。出省旅游出差很方便，嗯嗯嗯，对，在这个位置我们这边的话大约开车过去40来分钟这样子，45分钟咯，对，是的，啊，嗯，这个安徽大道走中心路啊，通上去啊，还有一个疏港那个出口，那个我走的比较少，但我走过是直接可以通车，对对对，现在这里的路网啊，
越盖得越来越通了，这些板块通了路网是非常方便的啊。那还有你继续说说吧。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最南面这一块的话有个惠州港港口，这是李嘉诚投资的、那么它分为两期开发，一期的话是一个物流港已经投入使用了、现在目前年吞吐量的话是超越了盐田港的 2.5 倍啊，已经超越了啦。对对，哇，已经超越了的啦、这个、你这个数据更厉害、它已经超越了这个盐田港、然后它二期的话它是一个客运港，客运港现在目前还没有开通、但如果开通之后的话会有轮渡直接可以到香港维多利亚港，一个小时47海里，一个小时47海里是吧？对对对对、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交通。香港的朋友同大家讲讲，惠州港路第二期咧系个客轮码头嚟嘅。啱啱彭小姐讲咧，一小时可以直通去到，应该系到香港嗰个海港城那些商场咯。李嘉诚去投资，李生去投资。那还有这个，还有个渔人码头也是批发市场，海鲜批发市场。对，渔人海鲜市场的这一块，我们这边的话，生活配套很成熟了。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教育这一块吧，因为深圳那边的话也是叫一学难求嘛。对呀、对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对啊、我们的教育是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这边的话，大亚湾呢是属于一个经济级的国家级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它这边的话是实行的是12年的一个义务教育。12年义务教育啊？对，就高中高中也都是免费的。对。然后我们这一小区的话其实自己有自带了一个9班制的幼儿园，那在我们项目的300米左右的一个地方呢，这里是一个奥托实验学校，里面涵盖了小学跟初中。那在我们项目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校网是这个奥头实验学校，你用的笔记只是这个校网是这个奥头实验学校是吧？对，是的，就是我的户口迁过来，我买小公寓就买我小产品啊，几十方的我都可以把我的户口迁过来，都可以读这个学校，对，户口上学或本地户口或是积分上学，对，当然迁户口了，积分才上得高嘛，对，哇，所以这个产品有它那个价值性在这里啊，你继续说吧。然后离我们项目的话，1公里的话，这边是一个高中的话，这个是属于重点高中了，因为这边的一个升学率的话是非常高的。大亚湾第一中学高中，对对对，高中在这个位置，所以在我们的1公里范围之内的话，我们是可以完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站式教育。它这个不需要参加中考的。这个是需要，这个也要考的，但也考，但也是12年义务教育。对对对 对, 对。哦，中考还是需要考了哈。是的，我说要考的，不可能那么划算，不用考我也上重点啊，让我自己都买一个来投资。要考要考，因为学位房啊是非常非常吃香的。那你继续说了。那然后附近的话就还有澳头第一小学了，然后这个位置的话有个金澳中英文学校，在我们项目这对面的话，其实这里也是一个规划小学的一个规划用地来的，现在暂时还没有。你项目的对面是一个小学的规划用地是吧？是的，是的。那我们待会航拍也会放个画面在那里，就安徽就项目对面那里。正对面这里。这个学校用地可以可以。是的。然后在我们的一个购物这一块呢，我们自己小区呢，它是一个综合体项目，它自己有自带了3万平方的商业，可以满足我们的业主的一个生活需要这一块，吃喝玩乐购的一个需求。那在我们的1公里范围之内呢，还有华润万家，有沃尔玛，这边有个叶大妈智慧广场，这里有个大温坝农贸市场，然后这里有个海鲜市场。就是你这个菜市场都很丰富对对对，而且它是很多本地人都去光顾的一个菜市场。是的，是的，它不仅有这个超市，它有农贸市场，对，就农贸市场啊、所以这个整个生活这一块是非常方便，选择性也很多。而且喜欢吃海鲜的话，可以看一下这边海鲜市场的话，它都是性价比非常高，很便宜的海鲜。很便宜咯。对，很便宜。这里就海鲜市场都比较方便咯。对，是的，是的，每天都是新鲜打捞上来，而且性价比很高，物美价廉呢，很便宜。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啊，因为这里你靠近是比亚迪一个社区啊，就大概是阳光海岸，这里就是一个比亚迪一个住宅社区，它的入住率很高啊，也有相当高的一个消费力，来支撑周边的配套了嘛。对，因为它主要是比亚迪的一个企业的员工，一个单位职工房嘛。对的，对的。那边人气很多，就你们这个整个项目距离不远，就是所以它显身出来的话，这个我看你刚交楼，你两栋那个入住率都住的还挺快的。对，是因为一期当时是带装修交楼的，对对，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地方了，带装修了。是的，是的。那你继续说吧。另外的话，我们这边的一个休闲配套这一块的话也是非常丰富。我们茶余饭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东面的这个南蛇岭公园这边去爬山。现在目前的话也是相当于是我们的后花园一样的，因为后花园之遥嘛。对，南蛇岭公园。南蛇岭公园。不错。然后我们登上这个山顶的话，大约花费35分钟左右，可以。
登上山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城区的一个面貌啊，包括海岸线这一块。哇，那里登山可以看那么多啦。是可以，不错、啊，很漂亮，很漂亮。对。啊。然后在我们这个山我没登过，有空要去登。嗯、我就登过鸭公顶的啊啊。这边澳头这一块的话，基本都是登这一座山。登这个蓝蛇岭是吧？对对对，它的视野景观面真的很漂亮的。哦、可以啊。那在我们的一个最南面800米的话，它是一个滨海公园。滨海公园呢是分为两期开发，40,000平方米。四万平方米。对，一期的话它是已经对市民开放了，就是。一些我们的活动空间，我们可以在这边散步啊，骑自行车，吹吹海风，耍耍太极呀、啊，跳跳广场舞之类的。它二期的话，它有一个水上客运，水上客运这一块的话，主要是现在是深圳在打造深上合作区嘛。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作为一个水上客运的一个中转站。哦，然后开通的就很方便，它这里也有个水上客运的一个中转站，对对对对是吧？对，是的，哦、是的、哦，有个水上客运的中转站在这一块。那么旁边的话有刚刚有说到渔人码头嘛，渔人码头这一块的话，其实一个是船只的一个停靠，第二个的话这里有很多快艇，可以去到这边大大小小的岛屿这边去游玩。嗯嗯、对，我们惠州这一块的话将投入1600亿，将它打造成为海上小桂林，因为这边岛屿有100多个呢。哇，1600亿啊！对，1600亿去打造，这个不是小投资哦。是的，是的。那你这个项目这么近，这个利好很厉害、啊。是的，它的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也会带动这整个一个经济发展，作为我们惠州的一个黄金旅游名片。像这个辣椒岛啊，将会打造成为类似于三亚的蜈支洲岛，作为一个海上运动基地。辣椒岛啊，待会我也要把屏幕放大一点、嗯、这个辣椒岛就三亚的蜈支洲岛那样子一个海上运动基地、哦、然后它其实旁边还有三门岛，其实也很出名的啊，对对 对, 对，三门岛的话将会打造成为类似于这个厦门的鼓浪屿，作为一个海上慢生活的体验区。在旁边还有个东升岛的，东升岛的话是会打造成为类似于田园风光这一块。其实在东升岛的话之前也是上过了凤凰卫视，它是属于百岁老年村。东升岛，对，东升岛，东升渔村、哦那边的一个村民，这些的话都是年金，平均的年龄的话，寿命是达到了86岁以上了。哇，86岁、啊，对，长寿岛、啊，对对对，就是了。我今天跟你来说楼盘，你还给我普及了很多这里的那个旅游知识。我在这里。嗯，我还有咁耐呢，我在这里这么久，我都不知道这个岛屿这么多的知识哦。这个真的，我也要去多逛逛一下，旅游一下。嗯，它所以说东升岛，对，代表了这边的一个生态环境这一块的话是非常好的。非常好，因为我当时我也逛了这个绿道啊，里面那个环境，就我想说，为什么你别看到这个海湾是向内哦，因为现在深圳市政府那个钱都比较多啊，你深上合作区在整个海湾啊。那个海水啊，它非常清晰度非常好，对对对，这边清晰度非常蓝的一个海平面、啊、对，所以现在目前周边的城市的话都会过来这边海钓啊、浮潜啊、这些啊，包括刚刚我们也有说到这个一个沿海绿道嘛，对，沿海绿道嘛，但是沿海绿道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是小鹰嘴滑翔基地，划船基地啊、滑翔基地也在这边、哦、滑翔基地，滑翔基地，对 对, 对，就可以划那个伞出去了、嗯、对, 对, 对，是的，它的安全系数也是非常高的。你跟我说太多了，不知道待会我怎么去这个航拍啊，这个我都还没有航拍过滑翔基地，这个可以啊。滑翔基地，对，嗯，啊，下次你们可以再去看看。可以、啊。然后我们的北面的话，2公里的话是红树林公园。对，红树林公园，这是属于一个国家4A级的一个公园，现在整全球的一个生态公园，这种的话仅存6%了。里面的话有栖息很多珍贵的鸟类呀、啊、植物啊、嗯、这些，对。然后的话，它也是集我们这个惠州市这边一个科普教育的一个点。它现在是基本上是最后一片红树林了哦。是的，是的。是比较有它的稀缺性在这里。对对对。对，嗯，然后周边的一个金融配套这些的话，也都是四大银行围绕，所以我们办理金融业务这一块的话也非常方便。我们这个板块、嗯、体育馆那个板块属于大湾的一个 CBD 一个地方来、嗯、就是还是比较近的，就是它往南就是滨海，往上面就大湾一个 CBD 一个地区。嗯啊，对，行，一个情况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这边无论是买来投资还是买来自住的话，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来的。你这个区位主要是大冲路通了以后呢、嗯、整个观感都非常这个路感啊非常好，从高速一下来就直通了，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对对对对对，然后路到这一块的话更顺畅、嗯、那交通这里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嗯，没有了，大概就是这些情况。可以，那我们再说说、嗯，我们说的这个还是先到那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个沙盘，然后再去我们的人居馆再参观一下，好吧？那行，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沙盘啊。
沙盘的话，你好像就是说已经都已经这个一栋、八栋、七栋早期你都已经卖完了，一二七八，是的、啊，那些都是属于我们的一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沙盘。整个项目我们围绕一圈来介绍一下啊，你说吧，你继续说。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在这个位置，现在目前是作为临时的营销中心，后期就是酒店的大堂。酒店的大堂。因为这上面现在运营两家。现在已经有两家酒店了，我刚刚都已经进门口，已经两左右两边都做了酒店的一个前台。前台对啊。我们项目门口呢，刚刚说到的公交站台就在这个位置，公交站台就在我们门口啊，边检站门口有公交车呢，是直接可以到达高铁站或者南站、啊，也可以到达我们惠州火车站 K 一 K 二可以到达哦 ，K 一 K 二是吧？对，啊，厉害厉害，你比我还熟啊，公交车。然后还有公交车的话是可以到达惠州港啊、大亚湾、淡水，还有小径湾各个区域的，它都是非常方便的十几路公交车啊。那么我们往北800米的话是沃尔玛商超。啊，对，这里还有个，刚刚漏说了，还有个沃尔玛，这里往前走啊，就有个沃尔玛，一个比较成熟一个商圈，对，就你拍到了摄影师，就那个沃尔玛啊，这那行，然后我们这边往南方向800米呢，就是滨海公园啊，这个我们知道，对，这东面的话是南蛇岭公园啊，所以我们整个它的一个地势的话是非常好的，依山傍水的一个风水宝地，依山傍水啊，对，看山看海，其实它的景观视野是非常稀缺的，这第一了，对，第二个的话，我们这个有公园，这个郁郁葱葱的树木的话，使我们的空气中含有超高的负氧离子，让我们的空气更加清新，哦、从而得到一个延年益寿的效果。那是那是，那你先说说整个项目它是哪几栋？都已经卖完了嘛？这一八七一二八七是吧？一二七八栋啊啊。那哪一栋是做了酒店？就八栋做了酒店。八栋做了酒店。其他是做了那个住宅。其他这两边的话都是属于住宅。嗯。我们小区的话，总共的话是占地是2.2万平方米。2.2万平方米。是25万平方，分为两期开发，六栋住宅，一栋幼儿园，还有3万平方的商业组成的。3万平方的组成。对。前面看到刚刚说到一期是已经入住了，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收房了。嗯。现在目前入住率的话是超过了50%以上。对，你虽然50%大家看好像有点低啊，但在这里我觉得已经算成功，人家刚交楼没多久。对。你要想一下这个问题嘛，是不是？那二期的话就是我们的5栋跟6栋，啊、还有幼儿园。我们像我们六栋的话是整个大湾片区最高的一个超高层住宅，是属于大湾的一个地标。哦，这个是最高的六栋啊，就摄影师里拍了六栋那里了是吧？这六栋是一个超高层的一个住宅啊。对，这边的话是57层，180米的高度。180米。180米，对。57层是吧？57层。这边是6梯7户，但是这个现在目前还没有卖，现在在卖的是我们。哦、哎呀，这没人卖啊！我觉得那一栋很吸引我。因为顶楼那些肯定是复式来的哦。不是，这边就是跟这里一样的，不顶楼不是复式。顶楼不是复式来了。对，它都是平层。风景很漂亮。我看你的风景都很漂亮，我以为是复式。我们都可以上顶楼，都可以。都可以上顶楼是吧？它是属于公共平台。哎，我问多一句，有没有什么天际游泳池？应该没有是吧？没有，游泳池在我们的花园里面。顶应该能看到海。可以看海。如果有就更棒哦。我多口问一句了。行，那现在是卖五栋是多高呢？五栋这边的话是47层147米的高度，47层147米，对啊，然后是4部电梯7户人家。哦，这也是4梯7户，那里就六梯七户，嗯，户数是一样的，它的梯数比也不高哦，就是也是很低一个梯数比，对，很舒服、哦，对，哦、其实我们市面上经常有看到2梯6户的房子啊，对，那我们都4梯了，对吧？四梯啊、哦嗯，也够，因为你层数比较高，你电梯肯定要。对，要有加多才行嘛。对，我们这边超高层的话，它是电梯的话是用的是日立牌的高速电梯来的。用日立的。对，它是高速。那平常我们像这些房子的话，我们不，它是属于普通住宅嘛。那么它的一个电梯的一个速度的话，每秒是2.5米啊，2.75米这样的高度。然后这边的话，它是每秒的话是可以达到3.75到4米的一个高度。就相对速度会比较快喽。会比较快的，对。那你这个五栋也是住宅吧？产权。住宅。多少钱一平啊？有均价的话13500左右，带装修。那精装的吧？对，精装。13500是吧？对，是的。这个刚刚这个应该是去酒店一个入住了一个房客、啊、是我们这个大堂就是很多酒店的这个客户大堂来了，很多这个路人都是进去酒店那里的。好、啊，我们继续吧。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八栋的一个大堂那里啊，我说一说，我们继续吧。我们在售的产品的话，就是五栋跟六栋其实面积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先买五栋，其实它的一个性价比会更高，因为早买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嘛。嗯、那我们家我们的户型这块的话是有78平方的两房，嗯，78两房，对，106到109的三房，141的4房，哦，两房、三房、四房，就这样子喽，对对对，啊、那106那个是三房两卫吗？三房两厅两卫，哦，也可以装两个卫生间啊，对，舒适型。因为我刚刚担心会不会它的电梯多了，那个使用率会降低。一会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样板间了。对啊，我是这个疑问了，因为大家你想一下，它电梯多了。或者使用率会不会降低的，那待会也要去看、嗯、因为我是没预先看了，我也是陪着观众第一感觉，我才有我最真实的感觉来看的。那行、嗯、我们那先去看看这个，可以啊，来这边这个展馆吧，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展馆。你这里就是那个营销中心的一个接待厅哦，这里啊、洽谈区啊，就你来买房这里的营销中心接待还是很舒服。来，我们来这个健康人居馆啊，这个来参观一下这个开发商。来看一下我。你们这个开发商也是在香港上市了，是吧？是的，是的，2013年就在香港上市了。啊、那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我们的一个字 MOMA 是什么码？对呀、啊，对呀、啊，我台独了 MOMO，、这个、原来叫 MOMA， 我还读错了。MOMA, 我们是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企业 logo， 我们两个 M 的话代表是我们的家园、啊、，O 代表是宇宙的始源、啊、，A 代表是人。意为科技艺术新建筑、哦、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理念哦、科技建筑绿色家园城市向美的一个意思哦哦，对对对，我们MOMA住宅呢旨在让我们的居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有创意、有文化、有绿色、有生活、有教育、有未来的社区，同时呢它会融入绿色、健康、科技还有全龄人文艺术的4+1的一个，突然还有那种香港 K11的感觉，那个也是艺术的一个商场的一个感觉。它会融入更多的一个去让我们的居者感受到更加舒适。对对对对对，现在的这种有着升华，要有艺术这个感觉。对，你继续吧，你继续吧。然后我们这边下方这一块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历程。我们当代置业的话是成立于2000年、嗯、总部的话是在北京，嗯，2013年的时候在香港上市，2014年就已经荣登中国房地产百强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中国绿色地产典范的第一名啊。你们这种是对环保的概念是比较强的、嗯、对，是的，是开发商的一个，我们是属于绿色科技地产的一个领跑者来的，在国内这一块所以虽然说你看当代可能它不怎么出名，在绿色这个地产的板块，环保这个概念它还是一个先行者吧、嗯、是的然后上面的话是我们获得的奖项，我们获得了200多项奖项，然后包括自己的专利也有差不多200项了，因为我们场地的原因呢，我们就展示了部分，我们有一个项目、嗯，北京当代MOMA在东直门那边，东直门北京当代MOMA，对，入选了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跟鸟巢还有央视大楼都是齐名的哦，这个、名气是非常大的，在你们在北方名气应该是 OK 了，是比较大的，对，是的，是的、哦、嗯，然后它像这个的话，它都是全国，它全球都是只有我们是住宅项目获评的，其他的都是写字楼啊这些获评的。哇，那很多开发商开发住宅都要想着怎么赚钱啊、嗯、你们还是对这个绿色啊环保各方面的理念还是要比较着重一点哦、嗯、啊。然后我们还获得了中国绿色建筑最高荣誉绿建3星标识，还有中国土木工程大奖、詹天佑奖，嗯，包括说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嗯，这些等等。那然后我们整个开发的一个布局这一块的话也是非常广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其实在我们、哦、这里啊，对，这里我们在当MOMA当代在世界，我们在美国的休斯顿、西雅图、加拿大的温哥华也都有我们的项目。哎，你们海外也有做了？嗯，海外也有做。可以哦，你们海外的项目，嗯、到时我也看看这个资料哦。嗯，可以，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一查。那我们然后我们看这个当代在中国，当代在中国，对我们的话，华北、华南、华东、华，然后华中地区的话都有我们项目。我们现在目前进驻了国内的话有50多个城市、嗯、有200多个项目了。200多个项目，对对对，是的。你们现在项目比较多是在北方吧？北方的比较多。哦，对了，你们应该在北方是比较出名的、嗯、华南这一块的话，现在目前呢我们是首次进入深惠，我们这个项目惠州当代、嗯、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块的话，我们都是以高标准高要求去打造的啊，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口碑，后续的话陆续拿地嘛，
对啊，我们都是、那我们的一个宣传就不如我们的业主宣传了，是吧？对啊，口碑是很重要的。对，是的、所以我们一会的话看到我们的样板间，包括我们交付标准，就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一个用心。行啊行啊，拭目以待、那我们先看看，继续后面去。这边的话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北京东直门的当代 MoMA 的一个鸟瞰图。哦，这个。对对对，它是一个连廊式的，这个就是可以满足你这个上面的话有无边际泳池，连廊的泳池。上面有无边池是吧？然后有百老汇影院这些等等，对，这个就是被评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哦。它可以做到全年不开，全年的一个。温度的话是大概是在24-25摄氏度这样子，恒温，对对对，恒温，恒静，恒氧，恒湿这样子。哦，那你这个，对对对，那北京也现在比较干的一个气候，它里面还是恒温，也比较对比较。它冬天的话其实是不用开暖气的，夏天也不需要开空调的，这个它做了一个地源热泵系统。哇，这么厉害啊！对对对对，这个是的，它就是说的是节能嘛。哦，节能环保这一块，就它的一个设计理念是非常的。你们应该当时是一个北京一个本土的开发商成长起来的，对，是的，是的，我们的总部就在北京。现在那我猜应该是老北京人才会去这么用心去、去这样做这样的开发。对啊，现在我们有很多明星都住在这里啊，比如说赵薇啊，哦，赵薇，对啊，然后我们吴亦凡呐、然后包括，李叫什么？一下子忘记了，反正挺多明星在这里的，挺多明星在这里住的，哦、还有包括很多顶级的一些房地产设计师也住居住在里面。哦哦，行啊，这个你给我科普了，对对对，那我们继续下一个。嗯，哦，周迅也住在里面。哦，周迅是吧？对对对。那行，他们都是我们的业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MoMA4+1的一个绿色社区的获得的一些奖项，这些含金量也都是非常高的。2019年中国绿色运行典范的第一名，嗯，2018年是，2019年也是，嗯，然后我们的一个是中国人居绿色住区共建项目当代示范基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标识，可以看一下。哦，你们开发商对环保啊、绿色这方面、一个居型这个比较有一个。对对对，我们是多次获得了国内有绿色。这个再重点拍拍一下，这个因为这比较少有。对对对，在国内这边的话，很多地产都没有注重这一块。就绿色环保这一块。对对对，美国立的 ND 的铂金认证，这些都是非常难拿的一些奖项。非常难拿啊，这些。这些也是。说白了可能、拿了也没奖金，比较少开发商愿意这样子去浪费这个资源。它这些货品的话都是需要我们不仅仅是从开发建筑这一块到我们入住之后一起评的、就入住之后一起评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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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那这个奖项的这个含金量非常高、含金量是很高的、对。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MoMA4+1健康社区。嗯，健康社区这一块的话，像我们社区的话有三大防线，一个是邻里健康防线、社区健康防线，还有建筑健康防线，三大防线。嗯，那主要的话现在目前不是疫情吗？疫情的话有疫情无忧、泛大堂的一个清洗消杀空间呢，包括自然的一个通风系统，然后再加上生活无忧这一块，我们整个的一个垃圾分类的一个收集。在我们的一个社区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一些我们的一些出入无忧，我们都是属于是人车分流的，包括说是一个智能停车嘛。对对对。你们停车场也有充电桩啊，那一些。有的有的，有的是吧？对对对、然后健康建筑防线这一块呢，主要是体现的我们有五大健康一个加急系统，比如说科技加急系统、内墙保温系统、高性能外窗系统、同层排水系统，还有隔音降噪系统等等，这五大系统。你的隔音。隔音降噪是非常好的，因为都挺多，就几库了，我一层隔音不错，是吧？一会儿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可以，可以，可以。这边的话是，这里不说呢，真的外行的人不知道。嗯。啊，那你继续。通层排水的话是采用在我们的洗手间这一块，我们以前的房子的话其实都是隔层排水。隔层排水。那么它会有一个管道穿越楼板这样子。嗯。那上下的一个楼层是冲水的话，白天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晚上很近的时候你会听得到，可能听得到它跟马桶冲水的一个声音。嗯。那么它会影响一个睡眠呢，有噪音嘛。嗯。然后的话它一个渗漏，如果是万一出现渗漏的问题的话，它会存在了一个楼上楼下去协调处理的问题。是，影响一个邻里之间的感情，包括说它会有一个裸露的一个管道，那么我们的一个美观性就没有那么好了啊。那你们现在是怎么设计？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同层排水系统，同层排水的话它就不会穿越楼板啦，那么它的话可以降低我们排水噪音，
包括的话有效排除我们渗漏的隐患。哦，你直接把一个主管道移到外面去，这样子就对对对对对，哦，是的，明白明白。它也方便我们的一个维修，还有就是它非常美观，不需要再吊顶这些，不需要去包管啊什么之类的。哦，你不需要吊顶了，你已经是哦，明白，明白。它是这个。铝扣板这些都是有的，这是为了一个好看嘛，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就不像这样子，它要去包管啊什么之类的，就不用再包管了。对对对，哦哦，嗯，智能家居系统这一块的话现在都是进入了一个科技时代嘛，那么让我们的房子更加聪明了，就人脸识别了，是不是？对对对对，别家有的你应该都有咯，对，是吧？都有都有，现在碧桂园啊、恒大啊那些全部都有了。我们多增加了一个是燃气报警，在我们厨房都有燃气报警。哦，对，因为你库数比较多嘛。对，我们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燃气报警。啊，然后在我们的一个客厅，我们是客厅、主卧还有这个卫生间都有紧急呼叫，很多楼盘它有，但是只有一个，就在客就只有主卧的床头有。哇，你现在有这个紧急求助这么？对对，哦，紧急求助按钮就是连接我们物业这一块的。啊啊。嗯，进门的话就是房子里面就是一个可视对讲嘛。对啊对啊，可视对讲啊。嗯，那你这个人脸识别是进大楼了？大门呢？对，我们每栋的入户大堂现在就是人脸识别，不用那个业主卡，不用刷卡，这些太麻烦了。对对对，哦，现在都是人脸识别的，方便。车子的话，这边就自动车牌识别嘛，嗯，智慧停车，人车分流的。你这里的车位应该是都是开发商自己没有拿出来卖是吧？嗯，现在目前的话暂时是还没有卖，要卖的话，嗯，到时候如果也是优先业主优先啦，业主优先啦，如果要卖的话肯定也会有这个产证嘛，有产权证的。对对对，有产权证的。哦，我觉得你这里车位现在目前更有投资前景的，这车位，嗯，现在租很便宜，180块钱一个月，现在市面上都230啊 250啊 280，对，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样板机，就是可视对讲跟，嗯，指纹密码锁这一块的话，它是四合一的，指纹、密码、刷卡、钥匙四合一。哦，指纹、密码、刷卡、钥匙啊，四合一的一个智能锁。对，然后我们像普通上市面呢，我们看到的门窗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单层的玻璃，单层没中空了。对对对，没有中空。那我们开放这边是用的是非常优质的一个门窗，我们不仅是中空双层，我们还加了一个内遮阳百叶，我们是6+19+6的一个。哦，这个要说慢一点啊，因为我的观众层是40多岁以上的，嗯，就是他们，嗯，哇，这个真的是，哎呀，这个有它比较新的一个设计哦，其他对对对对其他开发商它的这种小两房都没有这种门窗哦。我们在东西两面的一个窗户都是采用中空双层内遮阳百叶玻璃，哦，内遮阳百叶玻璃。玻璃的话是6+19+6的一个厚度，然后再加上中间呢一层有这个百叶这一块的话可以去伸缩方便。哦，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阳光的一个照射角度去调节它的一个幅度，非常好的可以做到隔音降噪、保温隔热的一个效果，给我们的业主更加舒适的一个家居环境。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包括它的一个隔音啊，这些的话也都是非常好的。你这个明显的加厚了，嗯，隔音肯定可以了。对对对，我们平常的看到中空双层是5+12+5，这边是6+19+6了。6+19+6啊？对，是会更厚的，哦，对。更厚。啊，这边是我们的全龄社区，全龄社区这一块刚刚有介绍到，我们小区的话是有自带了有幼儿园的。嗯，有幼儿园。有幼儿园。那我们年轻人的话都比较喜欢逛街啊、看电影啊这些。对啊。我们小区里面有3万平方的商业，满足我们的一个购物。嗯，然后我们也签约了一个7800平方。深圳宝能电影院，哦，在小区里面可以看电影。宝能电影院也要将会进入到这里。对对对，在我们2期，就在幼儿园的楼下就是宝能电影院。哦，幼儿园楼下。对对对，哦，老年人这一块的话，我们还年轻人还有就是一个是健身空间，我们现在已经开了健身房了。健身房已经开了，啊，很多人关心这个会所。嗯，会所刚刚我们没说了，就会所里面有健身空间，嗯，啊，对对对，你再说说。然后再加上的话，老年人这一块的话有棋牌空间啦，包括说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些乒乓球室啊，各方面的。嗯嗯。对，嗯，对于老年人这一块，包括行动不便的，我们也有这个无障碍通行。嗯。然后老年对，我们的所有的都有增加了这个中老年的一个增加的一个安全扶手。也有安全扶手啊。对，有安全扶手。可以可以，我们继续。对，再就说到我们的物业这一块了。
哦，物业，哎，你们物业是你们自己开发商自己的物业是吧？对，物业的话，现在目前也已经上市了，港股代码21072。啊，港股代码，港股代码1107。上一年这种物业股涨得很夸张哦，雅居乐那个雅生活，翻了好几倍哦。还有中海物业也涨。你们的物业是你们开发商自己物业，对对对对，叫第一服务是吧？第一服务，对。你介绍一下，看看这个股票有没有投资前景？股票我就不懂了，房子我才没有。最近那个上年了，那个物业股涨得很厉害，涨得很厉害。对，你说说吧，你说说吧。我们的物业的话是属于我们当代旗下的第一服务，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子公司，所以物业这一块的话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另外的话，我们也是属于中国百强服务业。百强企业里面 top 35，其实已经更新了，是31了。31了，对，现在是去到第31名了，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是国家一级物业资质企业，也是一级资质了，是吧？对对对，为我们的业主呢是有提供了24小时的管家的一个客服在线。就是他也是好像别的楼盘有管家了，就有管家服务的。对对对对对，是的，像。比如说我们像有一些老年人这些的话，订车票这些不太方便的，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物业管家说一声，帮忙在网上订购车票啊，这些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对，那这物业服务还是比较周到啊。对，我们物业这块跟别的物业还不一样，我们的物业的话有一个前期介入服务，就是我们在收房之前的3个月呢，我们业主都可以下载一个线上验房 APP。然后的话，我们在线上验房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施工状况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提。你是交楼前3个月做内容的装修，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可以直线来直播看，就来登录看一下这个状态是吧？对对对，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解决啦。然后我们收房的时候就保证我们业主的一个满意度嘛。嗯嗯。对，提高我们的一个。这是你们比较特别的一个。对对对对。一个创新的一个服务。对，然后还有就是5度爱的一个服务了，温度。然后是爱心驿站，线上线下的爱心集市，管家配送生鲜这块就尤为重要了。疫情期间，去年是吧，很多都是碧桂园就有，你看你们也有碧桂园的公园商城呢，因为我住里面，它也是有这个生鲜配送的，你们也是有啊，这个可以啊。对对对对，深度的话，主要是讲究我们的一个数字科技服务，我们这边的话是有这些。一些运用到了我们的一些科技嘛，对，然后的话，我们广度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我们下面的一些子公司的话，都是多元化的，为我们的业主提供服务，比如说第一体育、第一教育、第一教育，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幼儿园就是第一教育，我们自己旗下，对，是你们自己旗下幼儿园，对，是的，是的，重点说说，幼儿园不是给外面的民办外判的，是他们。我们开发商自己的一个幼儿园，我们有这个子公司，可能到时候会是自己管理，现在目前暂时还没有确定好，对，然后还有第一商业，就是我们现在的商业是由我们第一商业去招商运营管理的，在品牌这一块的话都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商家这一块的一个质量的话都是非常高的，那肯定要你们统一招商才好，对对对，乱了这个生态就不好了，业态就不好了，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51Word，然后这个就是属于 VR 看房什么之类的，我们也有做微沙盘呐，有 VR 看房这些，都是我们子公司去衍生出来的一些，可以，对，还有精度、细度这些等等。哦，行，这个大概我们都知道，大概就是情况就是这样子了。行，那我们去这种配件，我们这些的话在我们的交房那里都是可以看得到。我们去样板房那里看看。这边是在这里的入场费是多少钱？2.48块。2.48块也可以啊，也是正常。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2.4块多到3.2块。因为你现在都通，我感觉说，因为你现在都通胀了，你还是1块多的这样物管费啊，你也不可能维持一个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质素。因为你又管家又那么多的一个服务，对，1块多我相信你的亏本了，很多1块多的小区已经没他的物管不行了，1块多的社区有很多都是保安，都是老爷爷，保安的各方面都是不行的啊，就说这块1分钱1分货啊，是，这边是我们17已经交付了的部分的一个空中花园，这是17交付的一个空中花园啊，对，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后面还有我们现在是在空中花园，已经离我们市政地面的话抬高了12米左右的一个高度了。我们已经抬高12米了，对对对，相当于就已经去了4-5层这样一个高度了。它的一个私密性啊、安全性啊也会更高。然后这边绿网这一块在建的是幼儿园的位置，幼儿园这里就幼儿园。对啊，
然后我们后面看到这两栋房子的话是属于我们的二期，超高层就是二期了，五栋跟那个六栋，五栋六栋，左边的是五栋的房子啊，然后这边右边是六栋，左边是五栋，右边是六栋，对，哦，它是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像有点类似于一栋房子两个单元的一个性质，这样，对对对对对，它有两个入户大堂不同进去，嗯，最左边那边的空间的话就是我们大门，如果停车口是在哪里？进去了，停车口是一个是在我们西面，就在我们的酒店的侧面，一个是在我们南面这一块。哦，还有南面这边还没有做好，就幼儿园这一后面那里还有一个停车口。对，因为你这个项目2000多户啊，还有一比较多的入住量，我相信一个停车的一个入口呢，可能不太够啊，就这样子。不过应该你也、就是、一出一进啊、哦，一出一进，应该你的入口还是比较宽的。嗯。哦、我们这里进去就是这个营销啊，这个我们的一个入户大堂，这里是第六栋的入户大堂。对，是的，买是买五栋的房子，现在看是看六栋的入户大堂。买是买五栋的房子。对，除了入户大堂，这个大堂就是我们的一个交付标准，来测一下。可以，我们测一下。哎，彭小姐，这个就是六栋的一个入户大堂是吧？对。啊，挑高7米高。挑高七米高。嗯，精装修的一个大堂。我们现在是在六栋嘛，六栋看到的电梯的话，我们是有六个电梯。六个电梯。对，五栋那里就四个电梯。对，这里一个电梯门，一个电梯门。这边3个电梯。它整个一个空间，公共空间这一块是非常宽敞的。这个层顶要拍拍，6米高啊。7米高。啊，七米高啊，7米高。嗯，来。有，起码也够大气嘛。电梯厅，然后这边的话是3户，这边有3户，3户都是3房的。这里是6梯7户，5栋是4梯6户。4梯7户，户数是一样的，面积也是一样的。哦，好。对，先看一下我们01号房吧。01号房。进门的话，这边都有一个中立挂钩，可以我们平常买菜啊什么之类可以挂一下，然后的话方便我们开门。看看这个户型的。对，6栋是111，然后我们在售的是5栋，5栋是109平。哦，这五栋是对，这个109吗？嗯，对，在这的是这个109。行，这个入户门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标配，7公分厚的一个入户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5公分厚的，厚度比较好，然后比较厚实，然后我们会配的就是这个指纹密码锁，这个上面的灯的话是感应灯来的，晚上我们回家一开门就自动感应了。哦、这灯是感应灯来的。对，然后也很方便，不用摸黑去找这个开关面板，有一键开关，有可视对讲。一键开关是哪一个？这个。哦，这个就是、你这面板都是这个罗格朗的，罗格朗的，对对对，现在都用这个品牌哦。嗯，这个可视对讲。然后这里这个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交楼标准，但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它的一个鞋柜的一个收纳空间也是比较大的。就是它清水房是没鞋柜的，没有这个的。对对对，清水房是没鞋柜的，对，墙纸也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刷白墙，刷白墙，对，雨胶漆。整个客厅开间的话是3.8米的开间，进深的话是10.7米，开3.8米。嗯，进深就十多米，对，然后12米是吧？10.7米，对啊，10.7米。餐厅、客厅的话合在一起，它整个也显得比较大气。嗯、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房，厨房这一块，厨房这边的话，它是非常方正的一个厨房，然后这里到时候会做一个吊轨门，轨道在上面的，然后是外面有带一个生活阳台。然后的话有双洗菜池，这些是成品橱柜，这些是我们的一个交房标准。这个是特色哇，双洗菜池，还有拉伸式的水龙头。双哇，拉伸式水龙头啊。对，可以调节水。然后这个是九牧牌子的。九牧的。对，九牧牌子，我们会配置这个九牧或是同等档次的。然后它的一个橱柜这些的话，五金件也很精细，直接有这个缓冲功能啦。哦，对哦，有款式功能。对，然后上面的话就是燃气报警，上面有个燃气报警。对，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会配置有老板牌或同等档次的抽油烟机跟燃气灶。啊啊啊！对啊，这里会预留一个冰箱的一个位置。那里是冰箱的位置。对，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7户里面的01号房，是属于边头位，它的一个端头位，边头位。对对，整个采光啊各方面的话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是没有了是吧？没有的，这是非交楼标准，我们会预留一个位置，他要做这个消毒柜就做了，做消毒柜或洗碗柜都可以，过烤箱也可以。对对对，嗯、啊，是的。出来外面就是餐厅，我们上菜也很方便，也很方便。哦，对对对。对，这厨房会有一个推拉门，会有啊，会有个推拉门，因为我们是样板间嘛、啊，有时候人流量比较大。对对，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阳台这一块，阳台的话是1.7×3.8米的。1.7×3.8米。对，然后整个来说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小区的一个园林景观，而且的话是没有遮挡的，很舒服。就是
这个四楼那个视野都很好。嗯，是啊。对对对对对。不过我相信啊，那五栋我现在买最高层是最划算的。可以整个视野景，我想先买肯定是买最高层啊。嗯，对啊，在我们五栋的这个户型的07号房顶楼，我卖的，我的业主买的，成都飞机飞过来买了就走了，买了就走了。对，他就买挑了个顶楼，这才是好破人。一览一览我整个的一个城市景观面貌，哦，很漂亮，不错不错。对。三房进来，这里三个房间，对，三个房间，它的过道其实你看到是它是很短的，所以它使用空间很大。对，对，然后的话，它过道上面的话还有一个这个企业灯，晚上开门的话，这个是一个感应灯的，哦，对对对，晚上上洗手间比较方便，很细致啊，哦。对，整个层顶都有3米，不压抑哦。3米，对。那，先看一下我们的主卧吧。这里做吊顶啊，跟人说一下，这里做吊顶啊，就客厅，我们说一说客厅那里的吊都有已经有三米高的一个层顶啊。对，然后在我们的客厅这个位置是有一个紧急呼叫，这里然后我们有喷淋系统，这些安全系数都很高的。喷淋系统啊，喷淋系统 有拍到吗？这里喷淋系统，嗯，你指一下咯，这个喷淋系统。那上面这个黑，那个红色是什么来的？烟感系统。啊，烟感系统也有了。嗯，对啊。哦。然后还有这个是紧急呼叫。紧急呼叫。对。啊，配置还是蛮齐全的。然后它这个吊顶也会做好的。吊顶也会做好啊。对，吊顶也会做好。这个摄影师要就着跑这个吊顶啊。嗯。吊顶也会做好，行。然后看一下这个。看看这个主人房。主人房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它有带了一个衣帽间，带了一个衣帽间，啊，然后还有带了独立的一个洗手间。洗手间这边做了，这是衣帽间是吧？嗯，衣帽间，然后这是一个洗手间。对，这里有做干湿分离，然后的话有隔断，有淋浴防滑石。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它的一个卫浴五金件这些的话，都是用科勒或是同等牌子的，都是属于一线品牌了。哦，全屋用的都是大牌。哇，你这个对还可以哇，嗯，别人卖20000多，那个也是用你这个牌子，对，所以性价比很高，啊，要买就买当代商品玩。我说实在话哦，你都。然后我们马桶旁边也有个紧急呼叫啦，然后还预留了一个开关插座这一块，然后这里到时候我们换置的马桶的话也很方便，就不用再铺线这些了。哦，你也预留好了，给客户换那个智能马桶，哦。对对对，然后这边的话是现在目前采用的是最流行的一个台下式洗漱台。然后它的一个防腐有做防潮防腐的一个功能。来，我们进去拍。对，就有什么防潮防腐啊？这里对，有做防潮防腐，因为洗手间这些都是比较潮湿嘛，嗯，对，嗯嗯。然后包括我们的镜柜这些都有收纳空间，都有收纳空间。这些都是标配啊，哦。对，都是我们的标配，嗯，对。可以啊，可以。嗯，来这边看一下卧室的一个空间。看看卧室的空间，你进去了。卧室空间，我就可以，因为对它的床这些放的都是很宽敞，1米8到2米左右啦。然后床头这里也有个紧急呼叫，有 USB 的一个接口，就我们充电这块的话也很方便。我觉得我这个适合找个客户来整栋把它包住下来做养老公寓，哦嗯。包括呢，它有赠送这个飘窗。你这个飘窗亚洲人的高度哦，嗯。是，然后包括这个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1.35米的一个高度。1.35米高度。对对对，然后我们刚刚所在介绍到的，在我们人居馆就说到的这个窗户这一块的话就是这个。你看哦，原来可以这样用的，中空窗层内遮阳玻璃，这个，更好来怎么用呢？这里这就是对伸缩，然后这边就是调节，大家看一下啦，可以这样用的哦。然后有调节的一个功能哇，所以新房为什么我要建议大家要看看我的视频？你别看它比二手房有点溢价，你真的不看你不知道它的现在的创新点在哪里。对，其实新房很多的话都会比二手房那些很多设计啊各方面会提高很多，啊，整个品质方面也会提高了。对，啊，我的很多客户他的心态很保守，哎呀不看就看二手，结果来看了一手，嗯，哎呀都又可以了，结果又变成了买了新房。然后他这边也有两个房子，这两个房间的话都有带飘窗，都有带飘窗，这个房间也有带飘窗啊。对，这高度也不高，这个飘窗的高度，嗯，跟我们其实床差不多，我们床可以买小一点，直接就铺平过去了，嗯，这个也可以做书房，这也可以做书房。好，摄影师拍完我们来拍拍这个洗手间。洗手间公共洗手间这一块我们设计的是它这个洗手盆做出来了，哦，那有人上洗手间有人洗漱的话也很方便，可以也可以。因为三房的话可能住的人口这一块的话，可能是三代同堂啊，嗯，这样子，嗯嗯，
那我们用起来的话就非常人性化了。包括你看，我们新的房子的话，它既洗手间是做的同层排水，另外的话，它这个抽风的话，它也是内线式抽风了，它不像以前在这里开一个小风扇。哦，它不美观，它是内线式，内线式抽风是吧？对，内线式抽，内线式抽风，所以它就会更加美观了。哦，更加美观了。对对对。可以可以。嗯，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家房配置。那我们看看那个房间，那个房间、嗯、你看，你拍一下那个第二个客房。这客房这里是朝哪一面呢？这一面的话是这边是朝南面是吧？对，这边是南面啊，这个就是边位咯。所以你这个是六栋的零一号房，这个是六栋的零一、嗯、如果去到五栋就是零七是吧？五栋的话它也有零一这样，不过这个朝向的话这边是南，那边就是北啊啊，它是对称型的镜像的房子。如果是六栋这个房号就很漂亮，我景观这个如果是六栋的话，四楼以上零七号房就可以看海了，绝对全部看海，就可以看得到部分海景、哦、对，因为离海只有八百米，离海八百米啊、哦。对，对面看一下这个户型的交房标准吧。我们看看这清水房吧，我们看看是吧？就没就是我们的交房交标就是这样子的。哎，我们先等，也是一百一啊，这户型一样的，一样的户型。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在、嗯、刚刚所说的入户门、指纹密码锁、一键开关、可视对讲，这些都是我们交标。公共区域的话是抛釉砖，会做拨打线，然后会做这个吊顶，会做吊顶，包括筒灯这些都会有。哦，刚刚喷洒系统这都有。对对对，喷洒系统都有。然后这里的门，你看厨房的门就是这样子的。哦，对，你这也有门的。对，它的轨道是在上面的。那我们以前轨道在下面，我们打扫很不好打扫，而且东西掉进去。哦，对哦，你这个比较创新哦，它的轨道在上面哦，是的，那你就不会有灰尘，说好像那么难打扫。对。它这个楼盘的话，就是细节。它细节做了很到位，你想了很周到。然后看一下厨房这边，厨房这一块跟我们刚刚的样板间的话是一样的。啊，进去游一下吧，我们摄影师进去游一下。不过我重点说说啊，这里景观也不错哦。这里是看我们的山景，看南蛇岭公园。对呀、啊，我觉得。那边看我们花园小区。对对对对对。这里如果去到二十层以上的景观会很好哦。这边二十层以上的话，这边这个户型的话，二十层以上是越过山看海了。那我们现在四楼啊，你再看可能是这样景观，但大家通过我这样子，你可以想象的到，有去到二十层是可以看到海的，看到山。对，因为这个公园的话，也就是二十层左右的高度，那后面那边的话是海，然后这南面也是海，所以这整个海湾可以看到。哇，那如果这边超高层的一个端头更好，这是零几号房？这是零七。零一跟零七都是可以看海的，这边零七呢可以看海和看山，零一呢也可以看海，不过就看城市的景观跟海。嗯嗯，那边立德树人那边就是学校了，那边就是学校，凹头实验学校。那立德树那个就是学校，后面就是那个四周秘方。四周秘方，对对。嗯，下面这里的话就是到时候是空中花园的一个位置，门口这里会修建一个小马路，就是市政路，往左呢是去到大文坝。我们说说。就是下面就是一个什么花园吗？就是、我们空中花园。哦，下面是小区内部的一个空中花园。小区内部的空中花园，然后就那里会修一个市政路，往左呢是去大文坝农贸市场，往右呢是去海鲜市场的。这里往右是去海鲜市场啊、哦？对，是的。这里啊，摄影师往右啊，摄影师去那个往右是去那个海鲜市场。好，可以可以。幸好今天星期五，一个星期六彭小姐更加忙、嗯、那房间摄影师里去游一下，房间清水房就是这样概念。那我们看看这个110方，另外一个户型就不是那个端位了啊，我们进去吧。中间户，这个零二号房，零二号房。对，这个玄关位置的话都一样，嗯，都一样。玄关都一样了啊，一样，我们就浏览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客厅呢都是3.8米，客厅3.8米啊。这边的话也是厨房要自行厨房。啊，进去拍拍那个生活阳台吧，一样的了。刚刚对，它这边的话就是房间的布局不一样了，房间布局改变了。哦，主要是房间布局不一样是吧？嗯，快了，我们快了，我们这边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布局。好好，也是东京分房间，有时候它这里是不同。对，它整个这个洗手间它没有分离出来，这是一个客房了。对，客房。啊，然后我们看看这里是一个公共卫生间，它那个洗手盆就没有独立出来了，它做了一个侧廊出来，就这样子。看各自是一个怎样一个喜欢，然后这里是一个书房。这边的房子设计都是非常方正实用，动静分区，干湿分离这样子的。那我们来这里也是主卧，这个主卧大概有16个平方左右了，然后主卧有16方。嗯，它是这边做的是步入式衣帽间，就没有做这种，刚刚那个是独立出来一片做一个衣帽间，这个是步入式的，然后里面的话也是一个洗手间。啊，洗手间就这样子，有个概念了。啊，一样的那个胶标都是一样的，嗯。这里衣帽间在这里啊，就这样子一个衣帽。那行，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个房间了。嗯。因为今天路上他们5:306:00了，差不多。这里要赶着去下班了，这里都是要开会，我们要开会哦。一般下班没那么早，门是这么厚了，都要开会。明白明白，今天星期五嘛，你明天。对对对，备战明天，备战嘛，你星期周末，我周末不敢去拍楼盘的，因为你们都忙，我怎么敢找你们拍啊？我都是周一到周五啊，这样子。来看一下这个两房的，两房因为一层就只有一套，一层只有一套，两房非常稀缺，然后我们就没有做样板间，直接做了我们的家方标准的。家标啊，进来看看。嗯、玄关位置啦，客厅开间呢是3:3，右边就厨房这样子，在这个位置拍一下，这就是厨房。就有个生活阳台进去一下。哦，它是这样的设计。好，出来了。我们这个客厅你说。客厅开间3:3。3:3开间，深度就差不多有10米，我这里都是10.7米这样。10.7米。对啊，两个房间的话都在右边，动静分区。这是一个客房啊。对。房间的话，它的用的地板的话都是复合木地板，都是复合木地板。房间用复合木地板，对，客厅用的是地砖。抛釉砖，对。然后两房的话，一般不都是一个卫生间吗？嗯。然后我们的交房标准的话，你看我们床头这一块它也有做吊顶，有做吊顶，有筒灯这些，都有。对，每个主卧都是有的，都有的。你们应该这个整个楼盘都做了 VR 的了，是吧？有做 VR 哦，那行、嗯，我都把我的 VR， 把你们的 VR 分享给我的客户。这洗手盆，这是那、这个我们的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淋浴间马桶。那、嗯、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两房都是一个卫生间的，都是一个。我们也是70多方做两位很少。对，所以我们把这个洗漱台分离出来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对，就不会拥挤了。那这个洗手间也是分离出来的喽，这个洗手间、嗯对。那我们去阳台看一下，这阳台。一样，我们东向，这边是东向，东向的话看这个山体公园，啊、山体公园、啊，对，两房高层的景观也不错。对，然后以后这里现在目前在施工，这里以后的植被会弄得更加漂亮啊。政府现在要大力把这个改造起来，改造起来。对，现在晚上也可以登山的，晚上挺多人去登山，有路灯，晚上也可以登山。那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个，141的四房2厅2卫，还配了大浴缸呢。哎，那个就是享受型的四房，改善型的。最漂亮的一个户型四房了。对，四房在这里。这里是吧？对对对，我们5栋是141，6栋是145的一个面积。5栋141，6栋145，那到时候卖6栋，你的观众都知道了。对，然后这边也是玄关的位置了。哇，这个可以哦。嗯、这个客厅开间的话是4.2米的开间。4.2米开间。对，然后它餐厅这一块的话可以容纳，其实能容纳10到12个人同时就餐都没有问题了。哦。它洗手间不，它厨房这一块的话，你看。厨房这一块的话，它是空间比较大，可以放双开门的一个冰箱。哦，可以放双开门了，这里哦，这里预留了冰箱位置，可以放双开门了，够大呀。对，然后也是带有一个生活阳台的，就是每个户型都是双阳台设计。我们这边是、嗯、这个也是端头哦，不是这边，是中间。这是两个单元的一个中间。哦，你这两个单元的中间才有140多方。对对对对。一层也是只有一套啊，一层只有一套。对，好，我们进来这里，一层只有一套啊、哦，这样一个四房啊、哦。嗯，可以可以。
然后看一下。那阳台在这里了，阳台再拍一下，就在这里。越高层的话，景观就会好一点了。嗯。啊、如果买38楼以上，就越过前面的房子了。38楼啊，38楼啊，就先跟你说，应该还有货量吧？有。那对。先买就先好。公共卫生间的一个位，这里都有差不多7个平方。公共卫生间，嗯，像有些两房的话，可能市面上一些小两房，次卧也就这么大。啊，对啊，有小两，哇，你这个卫生间也真的够大哦。主卧还更大，主卧差不多9个平方。有浴缸吗？有，不，主卧的浴缸就有，主卧的洗手间有差不多9个平方了。这边是次卧，这边是次卧，三个卧室，这边是三个次卧，主卧在这个位置。所以是运气没那么快，这是另外一个卧室啊，这里是第二个卧室，刚刚看了第二个卧，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书房，哎，你这书房的景观还不错喽，我来开个窗帘给大家看，它幸好这里还有一个景观，如果买楼层高的话，它就会越过前面的民房了。7楼以上就可以越过民房。那你这些低楼层肯定是做特价房的了，我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目前2楼、3楼这些都卖了。哦，卖了。哦、对呀、啊。那应该货量还不是很多。然后因为一层就只有一套嘛，有些人有老人的话会比较喜欢低一点的楼层。哦，对，老人他反而喜欢低楼层。嗯，这个主卧的话大概是24到26个平方左右。你看这边公共，这个是我们主卫的一个洗手间。然后我们浴缸不是标配吧？是标配哦，浴缸也标配哦，也是配九牧那个九牧牌子一个浴缸哦，双人洗漱台，哦，双人洗漱台哦，对，一个豪宅的一个配置，一般市面上很多200多平方的才会做到这样子，哇，这个大的一个淋浴间，大淋浴间，你这个标配的装修还不错哦。对，然后这些衣柜就没有了，衣柜没有的，衣柜没有，我们的家私家电是没有，就是硬装。嗯，硬装。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了。那这里就是这个房间的一个大小了。我站在这里，你摄影师在那里，我站在这里，有个空间感。就整个房间20多个平方是吧，彭小姐？对，24到26，因为我们24到26，飘台就是这样子了。亚洲人的高度啊，就这样子坐下来还是比较舒服了。那可以了啊，这里来拍拍摄影师。小区内有个游泳池了，我们来这里看到。对，这个户型可以看泳池啊，这里可以看得到游泳池，那肯定是优先业主了咯啊。嗯，旁边有健身房，健身房有室内游泳池，冬天也可以。哦，行了，该有的，因为你的楼盘也不算太大，你起码要标配了相应的一个会所的一些服务咯，也还可以。那行了，我们就看到这里。那我问一下，彭小姐，我们做个总结吧。我们时间关系比较紧了，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六点。那我问一问啊，现在这里还有多少货量？那我们看看这个户型，现在是高层还有没有好的货量？有是吧？对对对。货价是多少？现在目前的话，整体的均价呢是13500左右的均价。13500啊，带装修，这个装修标准大概多少钱一平方啊？装修大概1500左右。1500。全屋大牌。全屋大牌1500啊。嗯。那还有一个六栋现在是还没有开售了是吧？对，是的。那还有一个就问题就是说，这个香港人这里能不能做按揭啊？走哪个银行？走东亚银行。东亚银行，对，是的，他是用这个香港的收入流水是吧？是的、不需要国内的担保，这样子不需要，就是像现在疫情期间嘛，我们现在很多香港人没办法过关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怎么成交的？最近成交的香港人都是，他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合同啊认购书寄过去给他签字，然后他如果是要按揭的话，就在香港的东亚银行那边做按揭，可以不用过来，在香港东亚那边面签是吧？对，他就直接就转账汇款到我们的公司。可以做港币贷款吗？是人民币。人民币啊，二利率就是5厘多了，是吧？是的。5厘6.55这样子了。对，是。可以。嗯。那这样的国内也是走4大行的按揭是吧？嗯，我们国内的话就是4大行的，就是都有，然后还有其他小银行也有，合作的银行就比较多了。合作银行比较多了。对。可以。还有最后一个重点问题，因为现在都快过年年关了。嗯。不过我也今天也比较晚了，都21号了，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价货？我赶快上片啊！年底有没有什么？我们一会开会，开完会之后告诉你。哦，那没办法了，那要看彭小姐啊，待会告诉我，我就如果有特价货，我摆一个列表在我这个旁边，因为也快过年了，我看
清了没有，又清了就没办法了啊，又开连他肯定又是另外一种心态来卖房的开发商。那行，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了，跟观众我大家说个拜拜了啊，拜拜，有兴趣的朋友就关注我，分享我的频道哈，拜拜拜拜。